汉代的西汉工艺，这个工艺从战国一直到西汉都会有，那么我们也称它为和氏璧啊，在原来的那个时代里面可以换15座城。我是个人的一种喜好来去，加入到这个文物收藏的这个圈子里。那么，当你逐步慢慢沉淀下来，你接触的美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把这些美怎么样的很集中的放在一个平台上面，让更多人能去欣赏中。Thank you.